第八题，我们说一到十五题简单，甚至没有什么意义。第八题说，以钠、锌、铜分别做燃烧实验，若要比较此三种金属对氧的活性大小，应依据下列哪一项观察结果来判断？老师上课讲过，我们做钠、锌、铜燃烧的实验，就要根据它燃烧的难易程度来判断它的活性大小。所以第八题问我们说，应依据下列哪一项观察结果来判断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燃烧的难易程度。